去呀、啊！阿伟和彩姐互有好感。在觊觎彩姐，她跟我说彩姐好漂亮。真的吗？如果要不是时间不对的话，时间跟年龄都不重要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哇！你哪来的福啊？重金礼聘 M 四来棒棒糖喽！陪你去看。F 四将重聚棒棒糖，我多久啊？魔反山，蓝闪脚，耶！重要人士要来，没错，来来来，现在展我们这模范棒棒糖开播至今，已经帮弟弟们上了好多好多课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有哪些课？唱歌的课有吗？对不对？唱歌有，对，表演跳舞是没问题，对不对？每次都在 battle 演戏。演戏好像就好。要当一个全方位的艺人呢，演戏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对不对？这个环节我们好像比较少切磋到。然后有没有那个看过哪一部偶像剧你们觉得很好看，或者是什么戏？阿本，贫穷贵公子。是仔仔演的，很搞笑哦。对，而且他很帅，对不对？毛弟，恶魔在身边。翔跟杨丞琳，没错，经典经典。还有呢，还有呢，咦，小兵，流星花园，流星花园，剧情非常扣人心弦。没错，这个已经将近五年前的戏了吧，到现在都还让大家难以忘怀，这样子。没错，我们今天呢，是的，我们请到那重量级加重量级两个超重量级的巨星，重量级加重量级两个超重量级，对，一位是我们这个不要说了，偶像剧的女神了哈，超会演戏，没错，非常会演戏，貌如天仙，也是我的好姐妹。嗯，还有一位是偶像剧之母哦，也就是说被他选上的人，被他选上拍他的戏的人，我跟你说平步青云啊，哇塞，是不是整个运气就直追那金城武了，好不好？把这两位巨星请出来啦，让我们欢迎彩姐大 S。彩姐你好，你好，大牌主持人。哎，别这样说，别这样说。来来来，那个先不要害怕，因为呢，我姐妹大 S 昨天跟我讲说，明天是不是有20几个小孩子要在这边，青少年，她有点紧张，因为很少碰到那么多年轻的男生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去上那个黑社会美眉的时候，一看到就是那么庞大的一群少女在我面前，我已经有点害怕，然后想说哇，那个场面变成一大群的少年这样盯着我，一定感觉更可怕。应该是蛮好的、啊，而且他们的眼睛都怪怪的，都是那种斜眼这样看。怎么样？你们觉得美不美？大 S 姐，超美，超美不够，要举例，比如说威廉，你觉得大 S 哪里最漂亮？不要看。什么劲啊！那也看不上你。还有呢？还有谁？皮肤白皙，吹弹可破，秀发乌黑亮丽。秀发乌
想很久，想很久。我用丸子。我觉得大 S 姐眼睛超电的，很电。对耶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演偶像剧的必备条件，一定要眼睛很会放电，是不是彩姐？这个方面。哦，对，眼睛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个重点是，年轻演员呢，十个九个不会演戏。他肢体语言其实都不好，所以只好靠眼睛。哦，所以眼神是很先必备的先决条件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那不然这样啊，那个偶像剧之母，你在我来这边感觉好像来了育幼院了。没有，来看一下那个，如果说有这个荣幸，不小心你现在临时缺了一个角。在你的剧里面，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试镜会，试镜会，没错。你看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可要先知道选什么角色啊？对，我跟你说，你像比如说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看，比如说看到谁，你就想说他可以演什么样子？因为像现在这样子，感觉好像是那种年轻的小男孩，嗯，有一点点姐弟恋这样。姐弟恋，魔女的条件，龙泽秀明配松岛菜菜子。一眼望过去，谁最适合演龙泽秀明这个角色呢？等一下，你们有那个忧郁且放电的眼神先出。忧郁的眼神，是每个都忧郁。先这样扫一排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，你可以慢慢挑过去，再挑过来。OK。怎么有人把胸很容易以为是圆？有人露出杀气。还有我看你很无辜哎，我觉得无辜有快哭的，我没有爱哭鬼，要小心。有爱哭鬼，有。妹妹爱哭就算。这位同学怎么了？这位同学怎么了？好，姐姐的表情恐怕连演路人都有问题，傻乎乎的样子把大家给吓傻喽。是，他是我们这个小陈冠希。很忧郁，他忧郁的时候就是斗气。揣摩那个忧郁加有一点神经抽搐的那种情境，嗯。哎呦，认真的选起来了，这很难选哎，很难选，很难选，都蛮可爱的。那就那个 Monkey 好。回棒棒糖上课就得到彩姐的青睐，果真是帅气逼人，难怪人气居高不下。我和彩姐互有好感。我刚刚一直在注意彩姐，她跟我说彩姐好漂亮。真的吗？如果要不是时间不对的话，时间跟年龄都不对了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後がつかないくらい進化しなやか。刚踢到我们中间，我的天哪！刚从日本回来就被選上。我跟你说，他呢，其实是我们这个叫做那个比较，他比平常时间不会出现在棒棒糖，他是放寒假回来。放假的时候才出現。他在日本念书。哦，真的吗？对，所以他哇，你难得回来，居然被偶像剧之母挑到你，掌声加鬼吼一下。这可以带回家吗？带回家的部分，你可能要问他爸妈。哎，请问你今年几岁？17岁。17岁，彩姐为什么会选到他来讲一下？他为什么兼具备这个特质？没有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就是要跟松岛菜菜子，对不对？魔女的条件嘛。那我刚刚这样子看过去啊，因为有的是比较搞笑的，有的是比较的。那我觉得，因为要跟那个 S， 好，应该要有一点点就是。不要太夸张，因为我据我对他的了解，他这个如果对手的表现太夸张的话，他比较容易笑场。哦，那不如我们来演一段。我其实刚刚心里也是想他哎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假的 ？Monkey， 你。那就让他们来演一段。他脸红了。不然这样，我们来设计一个桥段是。你呢要跟这个菜菜子告一个白，告白，然后你告白的这个就是要只要笑中带泪，泪中带笑，然后让看看我们菜菜子会不会接纳你的爱，这样讲日语，来来来，讲日语，来来来，讲日语，好像在拍那个偶像剧的感觉。大姐，我刚从什么姐啊？前面叫了姐，你还谈什么恋爱啊？真是的，来来来，重讲。讲话要看着人家眼睛。就是你的眼睛散发出一个很微妙的那个电力，然后都把我从日本电过来了，然后就真的，あなたは大好きです。那怎么办？这菜菜子，请问你，平常有在喝酒吗？什么？因为他感觉有点。
酒精中毒的样子，就是手脚太紧张了，来叫我觉得还不是他很难手足无措的，因为他刚从头到尾他就叫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好像在跳舞的感觉，那个脚好像都没有办法站定位这样。再来一次机会，再来一次，再试好不好？就把那个酒精中毒的部分拿掉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就深情的眼神，坚定的眼神，深情的眼神，假装，比如说我是老师，然后我们是一段很不可能的爱情，对，所以你要很坚定的，好像要突破万难，就是要跟我在一起的那种，对，那种感觉。是的，是的，是这个那种气魄。对，老师就在这儿，美如天仙的老师，你现在要为他爱的告白，来 ，Action！ 我特地为你从日本回来，就是想跟你说。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哇！对啊，你真的好漂亮。那这时候老师看听到这个，还是回家先把书念好再说。哇！哎呦呦！好啦，你不要再整你了。我们教母觉得你很有机会，我们这个好不好？天蝎也觉得你很有机会，所以好好琢磨一下演技的部分。然后爷来请回，然后问完教母这个方面。好不好，大王？对对对，这一班人里面呢，谁最有可能是可以跟你门当户对的？如果在剧中演小猪那个角色，他是蚵仔煎王子，在夜市卖蚵仔煎，然后他自己也是会画画，算是那种艺术家。如果是要演小猪这个角色的话，小猪这个角色贫穷贵公子，要有点痞子个性，有点痞子，有点喜感。哦，谁有见过蚵仔煎又会画画的举手？乱举，乱举！来来来，我们大王好好来扫视一下，又有